新芙蓉新香叶，又是蜜又是爽，听起来真香真清的款。什么来历？初人本在中原名剑一方，后来受到多罗密神的指引，前来龙吟王悟出极为凶残的毒法。多罗密神代表斩灭无情，终于恢复了我那一张滋味不差吧？我的风范，虽亏你看出对密神毒者有所认识，允许我按一些别的外域之国流传数据都想吞噬，我认为该是此人所为。杀人狂啊，看来咱们面对是一名无简单的对手。叶辉又复停了，这也使讲，不论是你也是我，拢是为了追求完整的龙神的龙神斗法，能与东洋顶尖的斗者对决，此人兴奋，我定会恢复，必将你留下遗憾，我相信你。此时急来必返，只闻血掌龙喉仰天呼啸。这是龙神共鸣，同时本只鸟形态异变，发出银牙龙喉。当年龙神共鸣出现在我见面，那一次表示心意未定，只见龙吟王白龙相分，水星满天相映，各自出几粒璀璨之枪。随即，武帝惊现一座东方雄伟的龙神殿。这是梦中的龙神殿。这个声有一龙。有雄心求雄愿，为故无人斩狂松，从蒙天地文师子，如我何秀得中红。龙神渡劫，终真时刻。神秘神秘，神秘独干独教，也不撇煞气，从龙神殿而出。你终于龙神斗劫，何下红中必锁？龙神斗劫，终真时刻，三龙天授，四神共鸣，引动五中雄伟之巅，缓缓开启威武之门。大风。来梦中的龙神殿是真的，龙门水气本领真的强，唯有一人，你就是新湖松，你相信的秀子。一叫唤，宛如有无形的斗气，在三人之间冲击挥动，彼此修为在这瞬间摇人一星。以惊人比例的行为，看一眼笑一声就离开。小张，正如您所知，时刻到了，但大风以我尚未有结果，不是吗？伊似乎认为目标等到您分出胜负，出现这条龙神相约，无代表什么。刘公，至于计策，但你不宜动刑。我明白，现在开始，朋友归朋友。对手与对手，一次见面就只有厮杀了。不中，就这样，将心思放在斗剑旁。明明也未准备好时，就你再多对上他，一再修手吗？废话。